柯大哥你好，好久不见了。哦，难得来，雄鹿的借风吼。对，第一次，可是我今天感冒。暴病来的。对。你要像一年360几天都暴感冒，才290几天哈。没有啊，很奇怪，我每一次。可能是变天的关系啦。对对对对。又最近我要发片，我每一次碰到发片都会感冒。一发片就发烧了。是啊，还好。你那发片啊，发起就糟糕了。对呀、啊。大家好。做歌星上惊就是脑无爽快，对啊，对啊，今日片啊声暗啊才厉害啊，对对对，差不多啦，啊对了，大家拢同款呢，嗯，是啊，这是会不会是流行性感冒？会不会？也有可能呐、啊，对啊，因为今麦咧变天嘛，下面为什么你团练过你咧？对啊，头发那么是你老鼻水，鼻水共共的，我的细菌是干净的，不会传染。我你有个条纹歹徒是很英俊的吗？没有。真的啦，对啦，艺术别跟你团练啦，对啦，对啊，啊，我手上团练嘛，我紧啦，对啊，这是用福气呀，是不是啊？啊，最近你啊，想要要准备新的专辑不？对啦，已经落好啊，啊，落好啊，因为差不多年过，落好年过，无无无，顶个月才落好，啊，落好我就随出国去。听讲你拢，你十二岁就出来唱歌，对，录唱片啊。啊，爸爸妈妈敢有希望你唱歌？无，啊，到今嘛才无希望你唱歌。到今晚你在承认我是他的女儿，真的，我不骗你，我从一开始啊，我这么多年他们还不同意，真的、啊，对对，我都没有听过，听说你在讲这段嘞，以前啊，在歌厅，因为我从什么乐我就正式踏入这个歌坛，然后那时候有歌厅嘛，那很多歌厅啊都会请啊，我问爸爸妈妈的讲。你别再给他出去唱哦，你也唱哦，给你倒好低价哦。对，啊，就是因为后来啊，后来很多经纪人像李良慧啊，去帮我沟通，说啊，恁查某囝今麦较红啊，啊唱片较卖，啊人歌厅拢要请的，啊你嘛好出来，卖讲趁钱啦，好出来唱歌好啦。啊，爸爸妈妈想那家里唔爱和你出来，就硬硬给唱歌先咯。因为吼，伊感觉吼，一个乡下女孩子啊，啊，敢那讲会用怪气，用偏气，因较早的观念就是安尼啦。所以你也跟爸爸妈妈讲嘛，敢不用拍怪气偏气哦。对哦，你袂当用顶一代错误来，大家发挥个对不对？你就表情刚刚真正不用怪气。怪气嘛是变俩。我有怪一摆啊你，不过我们查某囡仔，查某囡仔加减减，一生中拢会拄着这种代志。啊丢啊！因吼，我跟你讲，阮家的人足奇怪。到现在啊，我妹妹还她的同学这么多哈，还不知道我是她姐姐。哦，伊都唔爱讲，伊拢唔爱讲，小对啦。不是加减小啦，因为阮家的人较保守啊，我唱歌是我的代志，按照因的，伊都感觉讲。因较袂出风头啦，是啊，听讲有一摆吼，伊来台北的时阵，啊，因的别人吼，看到是蔡秋凤哦，伊算讲敢那讲看袂起因就对啦，看袂起恁爸爸就对啦。听讲迄摆你夹啥物物件？没有啊，夹菜刀。因为我跟你说吼，如果来欺负我。我袂要紧，但是来欺负阮家人，我会抓狗。你若辛苦用武装，你无可能原谅。辛苦用讲啊，歹听。但是老爸用交流站袂调对啦。不是啦，阮爸吼的真卡人啊，我拄只都有讲过，虽然是阮已经算台北人啊，但是阮爸因为海口人嘛，拢嘛爱穿短裤衫啦。对啊。啊，拢过一个，阮家遐有一个桥仔头啊过去，爱着看一个人咧卖迄落高丽菜啊，人咧卖高丽菜，伊着讲，哎，恁这高丽菜一斤偌济？哎，着讲一斤唔知是20啊啥？啊，阮爸讲，哎呦，算10块啦。伊讲，别，吼我，因为原来我，别就凊彩，对对啊，我，因为吼，一起来就点点啊，讲我刚刚刚饭食，无讲安怎啊，唔是要甲出价，唔是要创啥？啊，起来，因为我拄啊录。伊还在等伊，啊！我听到哦，我就俩讲诶，袂啊咧，哈，袂啊，袂啊，我就去找他，家己找啊，啊，你看好听啦，都要去开小饼，你知？你不是吃啊啦？哎呦，侬煮料内底听讲也菜多咧。我来甲你讲，你会使欺负我，绝对袂使欺负爸爸。啊，我袂高丽菜讲，头家，你当我安怎无去？你咪骂我爸爸。但是我气起来，我也袂晓叫啦，也袂晓共骂啦。刚才伊去皮皮喘，伊皮皮喘讲，你即马去银行，甲我领1000万。哎呦，你当我10万啦？是啊。起起来我不想讲话，不想讲话。我叫你别过来，我的意思就是讲吼，因为我起起来不想讲，我就讲我讲，不然今麦来银行，看下想领较侪钱好不好？较早嘛，因为较唔捌啊，唔知要安怎骂。哎呀，
所以讲哦，有当就是讲哦，足惊厝内人哦，去用欺负啦。嗯，啊，所以才有种心理啦。啊，其实无要紧啦，爸爸咪我都接受。有当三不五时一定碰到迄种有当讲话较无道德的，口德较歹的人。我是你讲。哇，你种情形啊，你好菜都归我拿炸死去。不是啦，我是你讲哦，我爸爸。做主雄，我爸爸妈妈吼，因做保守的做主雄的。你像我，因查埔囝唱歌，伊嘛袂晓。啊，阮查埔囝是唱歌，听到讲，迄恁查埔囝，唔是唔是唔是。好，你讲，恁妈妈甲阮母啊，拢完全无共。哦，阮母啊，其实是无所在，是所在。你讲啊，歹势吼，哎，头家这是，这是安怎卖？哎，讲啊，这一斤六十，吼，一斤六十，我养翻伊妈妈啦。一斤六百。我介绍伊个伊的，你知道？阮母啊，是恁介绍大家知影。你跟那是迄个好养妈妈来讲，哪知影？哎呦，你形体恁囝足像的，因为我生查某个妈一模一样嘛。有影嘞吼，本来养物件要一斤六十块，看到讲好养样，好嘛，啊好妈妈，一斤九十，就给咱讲。关落去啊！你，我希望今仔借这个，我头一遍来录，就是拍摄啦吼，拍摄佫感冒，啊，我嘛是要讲，因妹妹啊，恁同学甲伊问讲，哎，好像蔡秋凤，你甲讲是啦。对，难免惊拍摄，好不好？讲一摆对，吼吼。好拍你嘛是姊妹啊，好个嘛是骨肉，对不对？对啊。伊较不爱用讲讲啊，因个大概同学讲啊，恁这阵啊搞唱歌，哎，即马伊袂啥人唱。拍摄啦，你叫你妹妹来哦，教我做些朋友，我慢慢那个改。啊对。疏通一下。我袂当，你来我袂当。安老公，我你来惊啥？啊？惊好大个啥？没有啊，我怕带坏啊。他不会，我定力很够，他不会带坏我的啦。伊是讲你给你个带坏啦，我袂啦，我起码。凡哥，我开始放心啦，那你啊，那行吗？你刚才说的衣冠禽兽，衣冠禽兽型的，哇，衣冠禽兽。没有啦，杨凡以前在秀场啊，她很漂亮哎。很可爱、欸。我为什么说漂亮？我要慎重跟你讲，我很在意你，人家说我漂亮，千万不要说她漂亮。对，我是娇艳。小妹跟你讲，我现在新到外地的干妈吼，杨小平，你现在说你讲用干妈，鼻音真大，伊两个鼻音无同款，伊刚才是用鼻哦，鼻讲较大讲，啊这边啊鼻讲较细讲安尼吼。不是啦，较早吼，我们在想娜娜。大龙讲，秋红啊，你的声来跟人无共款。你讲话就袂用，你讲话袂讲。因为我今仔是感冒啦，所以较红声。对了，到就是遗传的嘛。我去到我一个电影院，而且蒙秋啊，你要等谁？哦，可能伫暗更你讲我讲话呢。是六楼啊，去地下室去啊。喂，无啦，阮家的人。你也要讲引导人讲，唔对，你看菜刀我夹出来，我你讲。无夹菜刀啦。有这个歌哦，我感觉讲蔡徐坤唱这个歌，你感觉袂歹。暖残尊的哦，哦，这条歌唱起来这歌嘛，就《金包银》里面的一首歌，里面的一首歌曲。你那歌名足奇怪，《金包银》啊，什么叫做？他直接来歌名，那拢念对了，什么金包皮啦？不过你也想，这条歌的红哦，你带动规条唱起来的红的歌曲，这么是其中一条对了。好，有一摆我捌听讲秋凤咧讲讲，哎，一摆跟他出去请我个贺大哥到底呢？哦，我这边去代表，去做一个安徽啦。他搭我的便车嘛，然后在高速公路，我们的车被那个后面游览车撞到。哎呦，很大，下大雨，下大雨，下大雨，嗯，下大雨，下大雨。跟我们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就是速度也没有超速，也没有怎么样，他就脚底翘过来拢了呢。哎呦，拢先马上一头一浪被往前抢，就气往那滑嘞，那快去，滑起跑去啊，莫黑看嘛，我靠，太恐怖了。哦、你用枪个花掉？我本来要讲，但是我想讲，安尼也够我讲。哎呀，够头有时间好想，迄嘛崩一个，我感觉吼，贺大哥有安尼要甲我砸，但是袂赴啊，袂赴吼。嗯，因为吼，无边间通我扫落天啊，唔是啊，落雨天哦，哎边啊，迄水怎啊喷起来，你知无？哦、哎，边一台都大台搞弄落去。哎呦，家仔拢无安怎吼？因为迄阵啊吼，高速公路迄警察车拢有来，你知道？哎呦，啊我会惊到啊，因为我。怕上新闻，我讲无代志，无代志，无代志，无代志。哎呦，脑震荡哦、啊。对，所以讲我赛车有当水利啦，有当人讲无常就是安尼，有当咱好啊，你赛车买去用，有当用弄掉啊咧。哎，我驾驶无代志就好啊。这个车祸有时候这一瞬间呐，有当时你唔知安怎就出车祸安尼。对啊对啊。我赛过几台车赛过铁杆卡哦。哎呦，然后呢，我爬起来之后呢，我安怎垂的落，我安怎赛的，我唔知赛的。安尼哦。正经啊，在那个跪咧看就是安尼，是不是？我记个，我看了看，哎，台车跪台车安尼迷茫，敢那我坐的所在，敢那是莲花的位置安尼哦，非常安全，其实跪台车暖和和安尼啦。
你连拖海位置都送了，当时天上一道曙光刚好一打在我的耳垂边，然后刚好跟我说：“别怕，孩子。”托你公来个救。哎，你别怕，孩子，这个咱是伊就圣那个玛利亚讲的。一道曙光，我都这样子哇。然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毁于车壳。所以说你是贵庭贺大哥遭遇最多了齁，我是安尼讲，我今嘛真好啊，靠呀！是啦，我是讲证明哦，人生咱唔惊拄着任何障，但是敢去面对就好啊。对，以前嘛，写个低头背嘛是我啦。哦，有影咧，哦，低头背，低头背个只有两只个，对啊，不是我看过诶，当阵。对啊，你朋友当朋友啥呢？对啊，朋友就是要互相，对啊，你看面我当然记啊，你看，啊看就好啊嘛，吼。好了，卖讲了，这个人传播就好了，卖讲讲这啦。传播，你讲美术馆有什么秘密吗？什么关系？对啊，哦，这个讲起是乱八卦，卖。男性传播啊，不话对就好，唔当唔讲这啦，讲这对的，硬硬硬硬硬不唔当啦。过去过去，少年懵懂嘛，年少总是轻狂时嘛，对吧？对老师的，老师老师老师来一来一来一，我们先拜年。会感觉讲咱所请的邀请的歌星吼，大家拢真好唱歌，是啊，听恁的唱歌，心情足好个安尼。其实因两个出道时，我有多少想到，咱敢那唔知因两个到底什么人出道较早吼？恁两个是相识多较早？哦，我较早啦，哦，你较早，我较早，早无偌久啦，听讲你早一年啊啦吼。哇，罗大辉，你是民国几年出道？罗大辉其实是47年。所出版的嘛？啊！哇，拄啊，我生出迄年，啊，就46年，可能，杨芳，你嘛也不，也唔在里多哦。我拄啊好出世，所以47年。你当时做哪呢？你当宝宝时阵，宝宝时阵。你昂起来时阵，阮母为着要庆祝迄块，你的迄种红的歌，下昼回老爸，生传啦，回老爸，谢，囡仔不对啦。是啊。哦，安尼，红老师你是伫买后几年个对啦？对，我拄只唱这个唱片时，也去过后，即是50年。你第一张唱片什么歌？第一张唱片是李白的《宫廷歌》。哦，李白的《宫廷歌》代表哈。哦，那是民国51年的时阵。这得是51年。哦，郑老师较早一点点嘛。啊，两位出道时阵是因为这个人的关系，甲你牵入来，是讲恁参加什么歌唱比赛迄种的？我拢参加歌唱比赛。歌唱比赛。我是参加中共第一届闽南语歌唱比赛。第一届是第一届哦，民国51年，我好运伫这个总公司得到冠军安尼，这铁厂吼，伊是更加早啦，伊是可能是哩，我是民国45年，我那是咱在45年，我先做一个，全国的吼，得开始第一炮的。在咱台北咧举办歌唱比赛，就是咱第一炮你去拍的，对不对？台北市哦，啊，迄阵是有3间广播电台，咱就小妹就讲，小妹就讲，哎呦，台湾无三日的好光景吼，第一间也出，第二间也出，第三间不出，啊，伊嘛要举办歌唱比赛，啊，说无伊讲吼，我报名3位的广播电台，拢3位都摕到冠军。哦，你起码是行为顶高啊！是，3位拢冠军要惊死人。咱两个参加几摆歌手比赛嘛，有当一摆就了一个啊。其实因两位啊，上大的这特色就是因两个早拢是公务人员，对，拢公务人员。你是伫即个？我是公路局啊。啊，我是捌伫住这个县政府，还过县
我退休是伫这个定光所退休的。哦，而且黄老师以前的吼，中华关林遐人，志林，志林的吼，也是当地这个美男子啊呢。哦，什么当地全台姓的，我咧讲嘛是。不过我头先你又问讲讲伊都，我和恁两个讲缘投，我感觉足。没啦没啦，用咩老官出来安尼吼？我老官你又讲缘投嘿。嘿，咱讲下是老师，我头边啊吼，老师今日太太嘛陪你来嘛吼，黄老师。哎呀，太太啦，查某囝啦吼。啊，个查某囝的边啊，迄个达波噶是哦，查某囝的朋友啦，啊、朋友啦。听讲洪老师今嘛，跟他子孙啊，拢总有二十几个啦，二十几个哦，差不多拢总二十四个，二十四个啦。我今日厉害，咱听郑老师听话没有？哎，你来外孙家几个？第七来归新哥我，我迄个是为咧加拿大，为咧美国，哎呦，就迄边的国民啦，吼，啊，孙啊，到到的。我大差不多十六个人，嘛真好命啊！你今仔日的这个两位先輩啊，因来这咧歌咧真多，哦，要听什么歌咧，和咱这的观众朋友来点。哎，那点歌一个吼，来来来来来，阿杨麦古来先讲话嘿，来讲话。第二次青春，第二次青春，第二次的青春。哦，这边点上去诶。啊，郑老师吼，哎、哦欸，但是我们洪老师也在这边呢、啊。然后啊，各有上麦，各再来点，好不好？那连续来点两条歌来唱一下。哦，那个啊，麦古小团一个嘿。流浪天涯三兄妹。国语的。台语的流浪天涯三兄妹。哎，你讲你要点台语，你要讲台语，你就流浪天涯三兄妹，国语要哪唱？啊，对了，流浪天涯三兄妹。我这老师这歌是拢个人唱的哦。啊，唱的啦。你较早是跟什么人合唱的？较早。当下看说大将有咩什么小妹，我不晓得。哦，小姐啦，什么小姐哈？啊，那合唱啊你吼，啊个啊老师，流浪天涯三样，我这是你个什么？流浪天涯三样，我是参一个郑明珠哈。郑明珠，啊，郑明珠，杨秀碧，杨秀碧，两个啊，这两个已经都拢不咧唱歌。啊，是是。啊，但今仔日啦，特别叫我唱唱。我今仔，我呢啦，我先跟你唱一条对迄条第二次青春。我跟他唱一条流浪天涯三样。你好，啊你。啊！你敢袂白说？我流浪天涯三昧是两个查某囡仔哦，啊一个查甫的。小两个成长好开心嘞！大兄，我耍小妹。安尼啦，安尼啦，恁后壁我安排两个新人啦。哦。啊，这是两个新人嘞，算讲伫咱这目前这个台语歌坛，算讲原来是袂歹，慢慢慢慢浮头就对啦。哦哦。啊，安排因来甲你唱，啊，你去听看麦啊，你好无？哦，安尼哦。对啦，合唱一个安尼啦。哦，合唱。啊，一位吼，一位我恁介绍一个叫贾子慧啦。哦。啊，一个叫陈淑萍啦。是啊。啊，其实咧歌坛已经一段时间啦，我嘛足好，大家认定过。是。哦，专辑内底无红的歌曲。对。啊，甲老师安尼小配一下，你好不好？好啊。好，传两个幼气的配一下，安尼好。恭迎恭迎。第二次的青春，贾子慧，来，贾子慧。听哦，这两对歌是咱这个洪老师甲这个郑老师啊，进行成名迄代的歌曲。啊，成名曲呢？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对关公明朝前面讲老多呢。何以航来唱吼？我也够较早。哦，对啊。我捌听伊咧唱，哦，你捌听伊咧唱哦？啊。我拄好听下这个，伊唱后边迄哦，迄开口无？放托有一滴枪来，我托你嘛。我爱托你。气氛来唱出来。对啊，对啊。所以贺大哥，你练歌就是好了好了家。是啊。以后你也上去参加一个评审委员呐，做评审老师啊。哎，对啊。不过大家郑老师，李老师咧讲讲，因咧查某囡仔，即马时代有影变啊。变啊，有影。你即马要叫一个十七八岁啊，十二十通岁啊的查某囡仔来唱老师这几条歌，迄无简单，伊嘛是。对，这是有影。尤其是这里边的歌，等一个会啊，还是。无简单。那就是他属于男生的歌。我看五十年前的歌咧，吼。丢了，丢了。不过吼，有当以前的好听的一挂老歌吼，有需要恁这少年的爱歌唱，就把它发扬光大。对啊，你看歌词已经写遮尼好，连咱一个欧里桑欧巴桑安尼，敢听这种歌，目屎用要淋淋的，想到过去用放屎的感觉。好呀，歌词已经写遮尼好，连咱一个欧里桑欧巴桑安尼，敢听这种歌，目屎用要淋淋的，想到过去用放屎的感觉。好呀，不是啊，过去用放屎，无啦，过去伊个感觉，过去当情岁月一个过程安尼啦。看外好的感觉哦，五哥哥啊，你好吗？托你妈的福，你家受啥？托你妈妈的福啦！托你妈妈的福，你就更托你妈妈的福啦！在啦，五哥哥啊好，为什么你的心情那这么叮当？难得我结婚一礼拜。我马上就要去行船，即马一去上少嘛三年五冬，把你一个人这么水，
我若离开，我心肝内一定真有出真艰苦。必须啊！你怎想啊？你怎在叫我啥？我激激动啊，叫他管哪里塞？你叫我的名叫 BB 啊，感觉比较好啦。唔免叫我观音啦，你正常安尼叫着我，搁一摆，拄只爱话搁接了。我要离开心肝，一定真有准。你怎是安怎？安尼也袂使，安尼袂使。你足奇怪呢。你叫一个名，本来咱两个人气氛就好诶，对不？啊，你唔是伤高，就是伤低。啊，你拄才叫个哔哔，你是八在食三棍。哎呀，我伤高来真不准。哔哔。你免烦恼啦，有爸。我知影你即摆去，哎，足久足久才会倒转来，对不？你做你放心，我即摆去哦，你要保重你原封不动到三甲六桥的身材，倒转来给我看。是我回来给你看，你回来给我看。凊彩两个小看就好啦。现在是你要离开，不是我要离开啊。凊彩啦，你也知道，我这次去一定好好打拼，赚足多钱倒回来。真是的吗？我要来去。五百，五百。安怎啦？你真是要去啊？我靠，要去要死啊！要去真准啦，你知无？歹势，我一边。我要来去。五百，哈？你都爱保重嘞。我知啦。你都爱过过桥嘞。什么过桥啦？啊，过桥是咩过啦？哦，你是坐船哦。嘿，未去。我你啊，这样。坐船啊，我讲顺风。好，好，行，我要来去啊。五百，顺风哦。好啦。等啊。创啥？你今麦是要去出海，还是要去做茶啦？我来做茶啦。啊，无你今麦行的是什么姿势？这顽皮豹的姿势啊。顽皮豹的姿势，我就讲吼，嫁你这款人以后吼，本来咱是足好个啦，啊，你就是空空不要理财，欢迎各位。顽皮豹今日咧跳去船顶，唔知会较紧。阿奶，我问你，你讲，顽皮豹食什么头路？顽皮豹哪有做头路？顽皮豹是伊干干啊，唔跳舞就好啊。顽皮豹食什么头路？你唔知？卡通咧看顽皮豹食什么头路？哦，油漆啦，油漆啦。错。顽皮豹在打啦，打啦。你无看到迄吗？卡通顽皮豹只要一出场，打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哎呀，你卡巧哦！本来就是啊，所以就是反应慢啊。含这都唔知影，我搁问你。你搁问？红底白底乌底，什么底上热情？大家嘛知红底，你搁把大拢穿红衫，红公公足热情的。错。是安怎？乌底。是安怎讲乌底？啊，你唔捌听过乌底？啊，乌底热情啊！你这个字嘛，你们配合得真好笑。我考你上简单嘞。你讲，这英文要哪讲？这两三是 four four four， 爱有一个二 r 二。现在 four， 唔免那等啦。好了。four， 啊那安尼嘞？真个不要。这样你就不要讲啊，对不？不要讲。安尼叫 four， 安尼叫 wonderful。怎么是在等你讲？准你在等啊！我一定爱离开啊！这摆真是爱离开，爱离开啊！你来保重你的身体，莫客气，我要来去啊！这个叫什么叫呢？这个叫我还是乌弟的热情哦。啊对啊，以前早期台顶就是安尼表演的，拢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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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精彩啊！你哎呦，这真啊可怜，你敢那做苦力员呢？吼，你硬红巴巴干呢？你看卖啊！哎，我怎有大细病无？没，你本来大细病啊，无紧。那你敢管？哎，谁那不爱演你这个爸呢？啊，不然查某囡仔咪来晒红巴？一百加八个啊！不咯，八啦，真是八。加十年嘛，哦，加好。
在迄间诶，哎，好莱坞啊，在表演嘛。哎呦，我爸甲伊真是变面。哎呦，伊场因为我爸落人客比笑，不人客爸落伊就笑。哎，日本人足多啊，啊人看较笑较热闹啊。日本人当然看啥王八足爽诶啊。唔是唔是，我是讲人客看我爸伊啊，大家热讲种欢喜啊，变爸落都拍半爸落。啊，伊场我甲爸二十几个，结果伊拢热讲，拢无讲，啪一下就过来，拄着我诶片啊，老片干飞。不过一边你还搁提起来讲，我知影是，无个长得好看吼。不过有一段时间五八其实是无搭档的时阵，拢个人做主持嘛。啊对。对啊，那阵做歌星时阵，上伊节目真济啊，都在台顶啊。我会记你阵行咧，那足奇怪，我定咧甲你问哦。你行咧人一般，哎，多谢你欢迎大家收看咱这钻石点唱秀，真有礼貌。我看你每边行咧，嗨，大家好，甲顶一头啊，你啊。这是真少人知影啦。系啊。这可能。哦，以前哦，我真无啥头毛。哎呦，那种个灯光，是不赖多，是不赖多。嘿，拍起你安尼，哎，哦，中一个，那是坑的，一坑白白啊，都歹看，所以我咧夹你拢安尼。不是讲无礼貌，我现在讲夹你啊，坐楼顶看咪看得到，还是看到啊？嘿嘿，大概安尼。伊唔是干那为着安尼唔敢敬礼尔，伊今日为着要来上恁两个节目，伊惊人看伊颔棍底，佫甲绑一条。你无绑，人唔知你绑几条，人顶多看看下他底呢。无影啦，这是装饰一下对无？我早起五百是足趣味的，我呀，我从出道到今嘛拢是第一较济啊，大足长的时间拢第一。但今日吼，恁是钻石点唱秀，你头下咧表演这段真精彩。但是哦，你早起是歌星啊，是是。今仔日一定要互你好好唱一个。真的假？真正的啦！哎，安尼兄弟就是安尼。对。但是你好好唱，你好好唱呢。当然懂了。你我唱了不会假调呢。别。我想想，顾无想，稍微扫扫呢。这个提调我不来。你敢那扫足久啊？吼，扫十多年呢吼。你们都知哦，好，人较久哦，好。你今仔日线都较慢线啊，咪要无开啊？你讲呢？卖讲伊要线，我就想要线落去。我跟你讲，你何必一个人人啊？你坐人是嘛？你小人哟！我刚才被他审，你没跟我过来。哎，把这个审，哎，你叫我来放尿哎，第五人都要放尿哎。喂，查某，卖提出来，查某。你是？我即摆问你，拄只老师甲你讲人两小节，了你人家等要从啥？你讲？啊，人杨凡哥要我唱较久嘞啊！你讲我出群不唱歌？是啦，但是你也拄好，拄好就好啦。你唔通啊，人家等啊，较短一点嘛，好不好？你今晚到底是？我是要来叫我开，等你们开始。不是在阮两个。你做啥？你做啥啦？在阮两个代志哈。你讲。你今晚到底是要安怎？你拄只唱我长啊，今晚唱只短。啊，无变啊，长嫌伤长，短嫌伤短，变安怎？拄拄好就好。歹做，该去定做去赚。只要有，只要有，只要有。来，要多好个，少年嘞，我了解一下。好来，要多好个，好来。老师，学学学学，哎，也很怕哦，多好都别啦。哎，你后边黑唔能甲拄着。我怎样收收？你讲拄啊好啊，啊我未唱了，我是遐长才拄啊好呢。你无看报纸？报纸写啥？有一种会当扭长的机器。所以我无法度拄啊好，我扭遐尼长，大家刚刚讲恁对方刚刚正经，会对啊。我贺大哥，我还是恁多想拢拄啊好，我唔变无去。好啦，唔是，你最近有咧扭啊嘿？现在去看哈表演，看谁来到底有啥物人真正去。啊对，我无想袂当拍，我无想袂当拍。我是要你讲无啦，要你拍啦。我无想袂当拍。你来听讲是安怎？唔通我？啊，你是良心在咧唱啦。我知你有中风过，我知。你啊靠！叫我国三嘛入股啊你。鬼用臭屁咧。来 ，one two three four。你喜欢谁嘛？强暴！哎呦！哎，你们，我被追死！你们真的在强暴？哎，你们搞我叫一下！靠呀！你自己一人桥流，你的代志叫哪条桥？来啦！卖吧！哦，等下比赛。哎，穿啦吼！不是，啊，恁三个，我一个当然嘛穿。不是，咱即马。你是咧穿啥？不是，咱即马比了解个讲。哎，较贵来。我听讲，你即马最近哦。咱报纸你开讲你叫黑人，有冇样？什么报纸讲？什么叫什么？叫黑人？你黑乱讲？不是，我们那边恭喜一个黑人未歹呢。什么？我那叫黑人？叫外国人是有样？我叫美国人。但是叫美国人，但是伊的物件是黑人。
这我听无啊。这个叫外国人，伊个物件是黑人。系啊，因为迄个阿杜啊，听讲是因爸爸有一半是黑人嘛。啊，我都啊，拄啊好，迄个色素都掉一半先啦呢。在，我个无，今日是要问看嘛，伊个物件。听讲哦，你的长相就斯文。啊，是啊。个性真单纯，真单纯。但是下半身敢那黑人。嘿，哦，不是，我听讲怎么着？下半身个原住民，原住民的族，真面，真原始迄种的，知影无？卖安尼讲啦，简单讲，我下半身较无人性啦。对啦，对啦。我是在讲安尼，我歹势讲。因为我有感觉伊惊过来，伊敢无啥惊哦。哎，我惊啥话？恁拄仔要问讲我叫什么人？对啊，对啊，对啊。我那边隔壁过来。你为什么隔壁过来？为什么嘞？你存着什么刺激吗？对啊。哎，讲出来，吃这当咸咸。我老皮。啊啊！哎呦！我就这老皮。我躲你老皮啊！就这老皮啊！是。不是因为哈，打入演艺圈哈，嗯，从学校进入社会，第一个工作就是唱歌嘛。对。我一世人二十三年的演艺圈，我都没有换过工作。哎，叫你讲嘛。换过很多。没啦，照你讲哦，是爱好搞演演艺圈。啊，对啊，对啊，对啊。台湾的大波囡仔，大家拢真好啊。那是要搞个阿杜啊去，是啊。是演艺圈嘛，就只做演导诶。有啊，但是我差不多刚出道的时候，我就去有。你第一次婚姻就很棒啊。什么第一次婚姻很棒？我是说贺大哥第一次婚姻很棒啊。帮你讨了棒，我你唔讨一摆结婚未歹啊。等下。啊！你砍狗啊你啦！你等下讲砍了哦。无啦，哎，人你即摆咧做米糕你哪咧？哦，我做米糕，我唔知，我想讲砍狗啊咧。哎，你用吐人爹爹，你安尼吐哦，你以后别再来吐哦。你要吐到个地先来戒掉啊！你讲。哦。啊！拍摄啦，拍摄，我唔知伊叫做几个拍摄。本来你咩啊？想讲来真正搞咧。嘿啦，你想讲外国人？不，这一定有一个过程嘛，因为演艺圈的人吼，我唔敢搞。因为我看很多嘛哈，爱博掉爱博掉嘛，哎呀，那还啊，当然有很优秀的，也有很棒的。但是就是刚好我的第一次接触演艺圈的男艺人哈，给我惊到。哎呦，那有什么人给你惊到是安喏？较早有一个哈，出道唱歌，啊，艺名叫做曾心明。曾心。啊，我一直蛮难做。那卖工人的伊都只卖艺名，咱工人也不名，无名，人家唔知啊。曾心明安喏？曾心明，爱豆哈。我迄阵啊囡啊，阿姨可能大我一两岁啊，阿姨就带我去一间国小。哎呦，三林埔。三林埔的国小来滴，伊是咧创啥？我唔知，伊就打电话给我。台湾爸啦。阿就叫我出去，啊我公公我就带伊出去。哎呦，结果诶。啊，然后伊就甲我带去国小来滴。嘿，对。啊，迄围墙的边啊有树啊。围墙边啊个有树啊。哎呦，阿姨就讲叫我坐咧啊。诶。啊，我就乖乖我就坐咧啊。坐啊。啊，我想讲坐就讲话尔。啊对啊，无是要创啥物？结果。讲也够重点，重点。对啊，啊你坐的是咪多下还是佮伊安尼？结果，伊就堵落来，什么堵啥嘞？无啦，我用堵昏落去，堵昏要食昏，我大结婚啦！你我有功力吗？我无功力，你就是曾心明呀！对啊，乖啊，就是你啊！哦，对，伊看到就是我，曾心明。无啦，唔是我，我无印象。你讲曾心明唔是伊啦？我无印象嘞，我喊你干哈哩？乌到底。也惊吼，紧张了，太紧张，就讲这那。不是，不过吼，那个贺大哥的贵气，咱卖讲。哎，对了。这段讲了了，好不来。无啊，啊这段是阮。好呀。可是我刚刚这段是阮两个故事在那里。这是我根本这刚刚只要他跟我同意讲出来，我们就无所谓啊。以前可能天真纯纯的爱啦。但是你不纯哦。无了，我纯。我是讲就纯的啊。哎，我讲，我当做证，我当对天就说，我当说，我爱小金，我是无纯吹气，一个人拉过来。安尼好，我有拉过，你讲。要讲，大家紧讲。不是，根本就无安怎，伊准备要甲我安怎，但是迄丛树啊，都细丛的扎袂掉嘛。哦，所以就你好小啊，大大丛扎袂掉，我足长的。那有可能？还是讲我袂讲？不是啦，伊丛树啊，一直枯在遐，你哪会扎袂掉？迄人安尼啦。而且已经国小离阮家足近嘞，欸、所以我若喊救命吼，我妈妈来就死。伊居然拢无发。规样拢无话，拢无听到声。我惊伊话，伊拢无话。你今日就是要讲就对吼，我本来阁有足侪代志歹讲出来哦。欸，我话都卖讲。要讲无？你讲。我你讲，咱这卖讲要讲，我们过提议来坐坐，慢慢来讲无要紧。真是的吼。好。过来。江林龙。我本来无想要讲。卖你卖。我是为着你的将来幸福着想，我才不爱甲你啊。
好啦，过去咱拢有过去，今嘛吼，咱的摄影棚内底，今嘛有一张球啊，我带你来去。你有报啊？我报啊。咱袂使做这款代志。你刚才真正要做伙？不是，为什么我要去隔壁个人？就是因为互伊惊着。安尼哦。系，互伊惊着。起码你看到领导伊翁，你有看到伊。敢讲有惊着？敢讲查甫人家世都后做是？所以我爱讲讲恁两个这个物件，无论好歹，拢算袂歹。我甲吴大哥。五百万大哥，迄才是一种悲哀啊！听讲，你知道我出道时，我叫陈亮，对不？对对对，哦，你记袂？你甲我带去一间国小来，你记袂？对对对，啊，什么国小？你个国对阿去？带一间读书遐啦，带一间读书，我会记啦。国小边啊遐，既然讲我拄出道还袂红的时候，就讲，哎，陈亮，来来来，你明仔载炸起伊那来。哎呦，我叫我炸起伊那啦。我就炸起烟啊！我一时用我要买厝号，你知道嗎？对啊，伊结果我起用起邓烟啊，结果邓什么烟啊？伊甲因某要离婚，讲咱叫人邓烟啊。哟，啊有包红包无？我拢有包包哩喎。哎，这种的无包红包要洗偌久？洗五年啊。洗五年的，还包了多少？加才一包6000块红包。哎呀，你好赚，你也无包我去。你笑的你，迄暗我就带因到食饭食了，你讲哎，杨，迄陈亮来博18啦，我6000就输了伊啊。安尼敢有赚到？在哪里做？哎，少年的，你刚刚接人多安尼尔？啊，就是安尼尔。啊，我都爱想在唱《榕树下》，啊，你咪叫我唱歌，容不下你唱歌，容不下我唱歌。奇怪，老师，我怎会在你后天？何音何德这么美？走到路边叫你知影，走到路尾哭你知影。老师，我拢有个红包呢，我一人拢送一条粉的了。你个看卖，怎么外好势呢？只要粉多分钱做呢，你也拢加送的。啊，加送啊！以前你唱歌就无人要听，卖讲最近这段时间，佫感冒佫长茧，还唱出来声是鬼要听。我都就是安尼，我就讲，这都单位讲哦，卖互我唱。啊对。哎，但是讲我无，你这歌唱这无，我佫无唱佫袂用的。啊对。我之前喉咙才开刀。你当请一个歌王来替你代唱啊，唐嫣红啊，所以于天呐。啊对啊。啊，话讲这多，你是为什么要来上节目？我来，咱讲个简单，你是安怎来敢来上节目？你安尼讲就歹听嘞，你凭什么来上这节目？你讲话就比较歹听哦，讲歹听。哎，不是啊，你放心，我唔是来跟你脱笑，你放心，不是啊。哎，人个算讲前辈来，人伊问我，哎，咱这节目唔是跟他唱歌尔？哦，咱中央有演戏啊。对啊。亮哥的戏就真正赞，你这是演戏，是你个出来的，我你怎么请他走出来？好啦，我总是出来介绍一下，对不？哦。我唔是一个人来啊。我袂记，咱早期的五虎将时阵就是咱三个到底个搞捧。恰恰，彭恰恰，还有于大哥，对对对，嘛是主持节目啊，对啊，所以哦，有大都啊吼，三五时，阮两个忝的时阵哦，那麻烦你介绍。啊，对，这块的任务，我是个老二哲学，专门你们不愿意做的事就交给我处理。为什么接下来这一位让你介绍？这第一秒都太假。你安尼讲歹听，你安尼讲对人一种伤害。是，因为这个人呢，无人捌你，所以你也介绍大家熟悉一下。安尼吼，你安尼讲的实在讲吼，我无法介绍袂使。是啊。虽然第一秒都加强一点，无关，但是人生了真水，歌嘛真好唱，伊个歌声也是讲是台湾的惠尼休斯顿呐。惠尼休斯顿，我当时有人想要恶吧讲话啊，伊个歌声嘛是好，到现在无出过唱片啊。有不出过啊？不咯，不出过。哦，今天不出过一地个无红呢。他出过了，头家就倒啊。惠尼休斯顿头家倒。唱歌不是歌好就会红的，对啊，对不对？哎，时机买好，运气买好啊。是啊，这个查某囡仔是外形是水，但是运气歹。俺算水小查某，要死就改不什么话啊？无啦，我山崩我海海倒，你当好？我也唔懂啦，没遐严重啦。你是体格较歹尔，外号叫做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啊，身材是讲个五五身段啦，体格吼，未歹啦，未歹啦，是查某对啦。不过伊主持节目伊演戏拢真正赞，那演好在嘛真好啊，安尼嘛真古锥啊，安尼好，今嘛主要吼，哦，我由亮哥来主持来介绍今天。我来介绍，这位是也算我的小妹同款，是，人古锥个善良，虽然体格较歹，但是歌声真好。咱来欢迎这位超级无敌大美女李祖宁。哎呦，你好，谢多了。
爱心节目哈、哦。这个比你讲，只要节目有你啊，就非常的声势。真的吗？真的吗？哦，给那里睡哦。好紧张哦。哎，今天唱好好爱我，就戴着帽子。看他凤飞飞。对啦，看赶快。愈来愈水，真正嫁人了，人愈来愈水。感谢你，真感谢你今日上节目啊！嘿嘿嘿，今日节目讲错未啊？哎呀，表哥，你人缘真好！你的节目竟然有贺大哥跟凡哥一起来帮你这个偶演丢丢啊！啊，对对对！啊，贺大哥好，贺大哥好啊，凡哥好，凡哥好。伊跟我讲，阮两个是偶演的哦。系啊系啊。你是讲阮两个来给伊探班的对啊？没有啊，我来跟你讲，这款的哦 ，A 人的背骨，我来讲这哦。安怎讲？我哪有啊？我才不跟你介绍。你还可以来到三江姐，为什么不串位哦？不是啊，因为哦，那个亮哥特别打电话来说，他开了新节目，是是啊、一定要呢叫我来给他偶演一下。他说，然后今天会有很多老朋友一起来给他偶演，他、一定就是贺大哥跟凡哥嘛。你动作，咱今麦来做大集合了，对生日都快乐起来。那是拄啊，等了亮哥给你发通告，不今麦老狼给你发通告。嚯、哦欸，你氛围是好啊！喜欢哪个客人啊？这种是咩状况呀？啊。不是，我们今天是来叙旧的，因为我们以前啊跟的凡哥一起都，我们三个有主持，早期有主持一个这个节目，对不对？对哦，叫做快乐三人行，三个人行嘛。对哦，有很多短剧我们都一起演出的，对啊，老朋友见见面了、啊，对，我们这几个几乎都是合作过，对对对，对不对？而且这个祖玲是唯一逃过凡哥魔手的一个女孩子，对，看看那个样子，以前我就看不上了。哪有你这？以前祖林跟咱到你那工作的时阵哦，他那时候是演短剧较济啊。对啊。迄早期就规讲啊，你男朋友啊，男朋友咧做兵啊。对，马祖。一做兵转来呢，就马上跟男朋友就搁斗阵，马上隔无偌久就结婚啊！你讲。结婚去啊！哇，贞节牌坊呢？对啊。没有人追啊。无啦，那无人追，凡哥定来给你掀裙，你袂记啊？掀裙啊，就跨节啊，有穿安全裤就。喂，太恶人讲，我无给你看诶。哎呀，真久无给你掀了，你无你看到。真的有，真的有。你一掀头一个，我掀第二个。无啦，一掀你两个，我知影啦。所以以前咧后台啊，大家感情拢足好，真好啊，对哇。转眼就大家熟识时阵哦，拢是来孤男寡女。是。可想袂到啊，一段时间过。阮三个大家拢结婚啦，对啊，假信哦，阿贺大哥嘛离婚啦，好呀。所以提到结婚，很多人说，哎，结婚是个重要人生的一个阶段嘛。对对对。冇你结婚的时候，就只能讲，哎，杨凡咧结婚的时候赚真济钱，这到底有影无？有影有影。你搞阿证明。有影，杨凡哥结婚的时候哦，真正讲哦，赚有够多。背包有影。我是叫你搞阿证明哦，冇影，你是咩人？我靠，你讲啊，去参加杨凡的婚，足干诶。连食剩饭都无，对哦，跟阿叔讲饮茶的吼，真的，后果比更小一样。而且他是用下午茶的方式，他只限下午茶场地便宜啊，对啊，然后他只限量那么多点心，800个客人进来只有200份。对，拜托你有点良心，我订80份就够了。而且啊，贺大哥还没有椅子坐哦。哦，那没样。就是讲人去一下啊，就走啊。我知，我过唔过都转来安尼，哦，真气势都妙呀呢。气势不样的，你无对安尼啦。所以讲，有当结婚嘛是在趁钱啊，脑筋好溜啊，怎么样安怎谈？是啊。所以后边偌济人都用自助餐，对不？就是人用自助餐啊，都是管理人家。但是我无啊，我办桌的。啊，你办桌？办百几桌。我连讲我结婚哦，我办点豆浆店头前，吃三点，大家吃三点钟啊。吃豆浆，我听啊，吃豆浆，烧饼一条。赔豆浆。对啊，我放几包啊，对不对？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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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啊！豆料，豆料，因为豆丁拢啉了上好21年的沙露啊！我吹过豆塔湾了，啊，个豆塔湾了，汤唔加面啦，他只输输了你啊！料有限呐，你啦，我心情就郁卒嘞，我想要加一百块买。你那边电风扇在看枪，哇，这台变准备要买起来呢，今日我们台个唔免啦。啊，我有只多啊好诶，有只多就是讲我甲亮哥吼，迄个时阵差不多同时间要结婚，差三个月，差三四个月，啊，我呢到邻居美国，在美国我们就有一段就说我们在拉斯维加那个时候给。赌场，哎，赌场可以。我们在正台湾正式结婚之前啊，我太太跟他太太啊，还有凡哥跟我们四个人就在 Vegas 度过一个
对，很美的一个四个人砸在一起，浪漫的那个砸在一起，不，那个四个人在一起结婚。那个时候，老 Vegas 已经接受同性恋结婚了吗？喂，就凡哥跟亮哥啊，两个老婆各自这样结婚。不是，他们我要找同性恋，也不用找到亮哥啊。我这个样也不像啊，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录下一个影片，今天真的难得，对，可以看吗？我刚好有收藏在亮哥这一边，我有把它拷成录影带了，对，那个外国牧师。我想凡哥跟我英文都不太好，他讲什么听不懂。我们只要他就是问你愿不愿意嘛，愿不愿意？你只要讲 I do， yes I do， I do。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段 I do。Pledging to remain faithful to them. If you agree to that, the response is I do. I do. I do. Okay. And do you, Julie and Zuyo, commit yourselves to sharing your love and affection for Eddie and for Pei Fin?That Eddie and Julie and Pei Fin and Zuyo are husband and wife together, and you may kiss the brides. All right. 好，哇，你看看，哎呦，好特别，而且。一拜吼，我觉得就得输的代志。嘿，你记不记得？亚萍姐也在现场，你看。亚萍姐在现场啊。亚萍姐去干嘛？证婚人呢、啊？对，证婚一去啊。他没有，他没有起价吗？没有起价。没有没有，我记得。外国教堂怎么可以起价？哦，丢了，看他多么神经病的样子。一拜喜欢亚萍姐跟戴永琪呢，因为那时候拉斯维加耶拉霸，有些饺子老虎的哦。迄个当初吼，迄个时阵就讲，迄段时间讲听讲规定。多场吼，要救出来啊！救偌济，你知无？多少？1300几万的美金。美金。目睭金起无？卖讲你金起，拍过阿坤都金起。将军要死个来宾。太多了。会啊，够人救的。我跟你讲，迄天的，阮拄啊结婚，迄天拄啊8月初5。阮拄啊要结婚，迄天结婚，迄天阮就听伊讲讲啊，无咱四个吼，运气真好，拢结婚是好事嘛。对对对。诶，咱跪落来，伊一间，迄间叫做迄个 Church Island。咱就讲落来下骹吼，来个扭一看卖。好。一人出100块美金，来个扭看卖。结果咧？结果，大家就去食饭，食了说袂记的啦。忘记这件事，拉霸了。迄天的暗时啊，在迄间饭店内底，1300几万就带遐扭出来咯。是叫什么人救的？怎么会忘记？叫一个迄落提一种盘的，盘盘的 ，waitress， 嘿，查某查某囡仔，服务生啊。嘿啊，伊拢会穿迄落网啊裤迄种的，哇，穿迄落三兔女郎迄种的，兔女郎迄种，救来1300几万的美金。伊东南，东南的七条路啊，不是条路。四个他妈为60几条跳落来，这气的啦，咱无去救啊呢。目的遐结婚就是为着要去救啊，既然迄间都无去救，拄啊东港就救出来，你看麦。真的是哦，真正真衰，有影有影。是，我真欢喜啦，看别人丢嘛真欢喜。你有欢喜，我唔相信，那欢喜。啊，那去救啊，不一定去咱救着啊，对不对？对啊。哎，救的头有哪关系啦？哈。啊。大头关关的，你唔通听阿坤乌兰讲，哎，迄种靠运气，靠机率，什么关系都无。靠运气啊！但是你没有遥控的，我讲，真的吗？有啦，你到电动玩具店都有遥控的，我跟你讲。这个李万克大哥知道，电动玩具要输多少？那是台湾的啦。啊，不过有个亮哥高级嘛，就好。其实亮哥哦，生头一个囡仔时，现在几个小孩？两个吗？两个小孩嘛，就那两个，一个汉俊，一个汉谦，汉谦，小孩都像他吧？什么像他？跟他一毛一样。哦，一毛一样，对，好可爱，一毛一样，随身携带他们的照片。哇塞，对呀，真的跟你好像，身材也像吗？身材一模一样啊，真的是。大刚林武林小弟弟，完全没有像到妈妈哦。而且有一次，我记得那个小的这个生日的时候，对对对，我的草问到豆豆，还有你，还有小女娜娜嘿。到底去参加也是你的。我恁爹，恁查某囡仔，豆豆跟娜娜，努力较好变。反过来就娜豆，娜豆鸡没有。我去参加爷爷生日的时阵哦，我因那囝汗臭哦，跟因那囝个性跟亮哥有影足共。哎呦，阮囝吼，啊个带阮妹妹吼，啊个带伊的同学去啊，尔三个人嘛，啊因到两个嘛，啊伊就看因三个礼拜，伊就伊个伊个迄个大汉个伊细汉讲。他们有三个人进来，你扁他。为什么要扁他？怎样？我防备之心放哪里？对呢？你对你不是怕那个蛋糕被吃掉了？爱吃那个蛋糕。而且哦，亮哥的第一个汉剧那个小孩，除了医院
那个医生帮他剖腹那一个人，嗯、还有自然生嘛哈、哦，剖腹剖腹的、啊、剖腹那个医生，还有就是林之佑以外，第一个看到那个小孩人就是我，因为你在那无闲嘛，对对对，啊我都要头一去医生馆跟我太太去嘛，嗯，好、哦，那囡仔都好，只是包哦，那个上面那个布还有血哦，嗯，头一囡仔看到了我就个冻在头前，我就心讲哇亮哥的小孩。我咧去挖去咧，我咪看迄囡仔生出好看，有像亮哥无？我是摸个腿，哦，迄大腿人摸落，亮哥对，已经冻唔对啦。虽然囡仔比较头先就是安尼，未头先啊，生出来安那就是安怎，我讲未走真哩。但是你放心啦，我足烦恼伊未大汉嘞，起码拢担拢个肌肉长安尼，担块哩肌肉。就扯腿就好了。有你用起码我起起个买下来。好腰啊！那是你吸引另外一所在，那卡面啊，你吸卡人好，我紧啊，卡人免白白到边，白到边我紧啊。我今日哦，今日确定啊，真正要跟演这戏啦。嗯，但今日主宁难得来嘛，是练唱的地方啊。真的，我们这边是这个很淑女啊。我以为是练唱的。你以为哦？我跟你讲，唱的好不稀奇，唱的不好才有收视率啊。哪有上次有三个男生都很糟糕的？没有。是你还傻呀？哎傻哟，别啦，收视率很高哎。那我开玩笑，我现在主持歌唱比赛节目，随便都破一。啊对嘞。哎，他主持歌唱比赛呀，有台哦，礼拜几的？礼拜六的。好好在，好好在。不要不要，主持人不唱歌啦，大家不用担心。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四个应该制作单位也不会让你唱的，对了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这个短剧很特别，观众朋友一定要看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弥补他们两个的歌声。你他妈在讲讲啊！各位刚才所看到是他们丑陋的一面，我们现在看正式的一面，好不好？啊，你弄怎么样了？你起码继续看。是好还是不好？这是哦，咱以前演台剧的这段算讲上险、上辣、上牺牲的一段。对啊，嘛这段不好看了，不太好看了。嘿，嘿啊。哎，你好，你好，何大哥，哎，啊，是是是是是，哎，注意休假，这是贺董，想要请你喝一杯酒，不知道你有法度接受无？哎呦，哎呦。酒量真好嘞，伊是小可有喝土酒的哈。啊，是是是，小姐，贺董讲这是房间的锁匙，你唔知有法度接受伊的邀请未？贺董，贺董，哎呀，人生上快乐就这个时阵，我有什么什么快乐的，对不对？哎，亮哥，哎，安娜，我也是，你嘛给他倒看一个，这款艳遇我。哎，你有某啊？你搁咧看什么？出国人吃一个不要的你啊？安尼哟，你安心，亮董。啊！咧，阮这所在吼，三不五时啊，拢有一挂单身女孩来个现场。有影。嘿啊，无来靠家己的条件，你有条件够，当然无问题。人个好动，人个是人缘投，够条件，够有钱，对不对？你人矮，佫唔敢开。啊，消费加一挂好哩。安尼吼，哦，你的消费拢二十块，什么时代啊？看你行不嘛，两千呢？安尼哦，无问题。吼，迄音乐啊，给你放落去一个。亮董，哎，慢慢来享受吼。你好。哎，小姐，你是为增卡来的哦？哈？为什么安尼讲？我看你警察呢吼，真鬼故安尼吼。开玩笑，我们是熟女。啊，熟女。是。头一摆来阮的店没有？第一次。是是是是。有什么好喝的可以推荐给我？哎，有，你稍等一下哈。谢谢。哎。小姐，哎，这位叫做王董的，是，伊讲要请你饮一杯酒，唔知会使袂使安尼。啊，
是是是，啊是，啊，好，亮董啊，伊讲你要请伊啉烧酒，伊讲你是啥物东西？你若要杀伊泡尿照镜，看你个星座啥一款，伊想要啉你的酒，王八蛋。想要去杀你，想要去杀你是伊妹还是你家己加？是伊妹，还是我先刷个加落去？来，小费靠一千。是是是。哦，是是是。小姐，啊，他都因为你讲迄几句话吼，所以讲亮董想要请你啉一杯水啊。小小小，哇哟，鬼香鼓拢打你啊！对对对，嘿，是是是，我坐定。喂，喂，谁错啊？这个，好，不要紧，不要紧。啊，是是是，我了解，我了解。亮董，你小姐嘛，我们请你。哈哈哈哈哈！哎呦，晚上卖笑。哦，你家好巧呀！亮董，亮董，你鬼香鼓拢打你啊你！都定员拢打面，是是是是，哎，是，小姐，诶，王董的吼，我们请你啉一杯萨斯，哎呦，哦，鬼人拢挂起来，哦。三叫恁歌要唱才歹，哎，这沙鼠无气哦。啊，无气吼，歹势歹势，恁刚外口气嘿。王董请的沙士。沙士掉。我知我知。王董，小姐，我们请你啉一杯咯，番茄汁啊。我来只水，个个喷落去。你要扣钱，我跟你讲。哎，亮董，哎嘛，你该的小姐去讲，是是。哦，我深深的了解，小姐。哎，亮董公，他都多谢你的好意哦，千万别送你一个扇子安尼啦。哦，运气确实有够好。哎，小姐，哎，哎是。谢谢王董的扇子啊。是是。这么热情哈，王董，伊个扇子，伊个多谢你啦吼，伊讲要送你一个饼干盒啦。你头先送一个两个，两个对啦嘿，对两个哈，哎，敢那无啥不行嘞吼，哎对对对对嘿，你袂晓唱歌，会唱歌就是伫遮嘿，嘿。敢一定爱跋遮大？拜托，是小姐。嗨，哎，亮总讲哦，伊讲要送你一个蛋糕啊。哎，到底几个啊？几两个啊？几粒啊？几粒啦？我咧，靠天吃饭，把猪拢看无咧。哎哎喂！笑牙笑牙，来来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别，嗯，那你我来给他意思。哎，卖给阿狗啊。哎，你讲啊。笑牙。嘿，我在。敬业啊。来啦来啦，我靠你讲。你别讲，我了解意思啊。了解啊。我完全了解。哦。有星座比较偶然应的。亮董，你头上一节蛋糕吼，伊有咩回敬你两个？哎呦，哎，唔当乌人讲笑啦！哎，你这吼洗三遍钱，还肯定提杂碎爱开咧，你看不看？哎呦呦，哇哇，规桌顶拢全湿，你看嘛，哎呦，
小雅，哎，小雅，小雅，我先说你该挑好了，嘿，你该挑，嘿，来对无啊？好好。王董，我都请他吃了两个蛋糕，好不好？金马，嘿，我决定了。你决定？哎，很重要的事，好不好？上到吧，哈。王董，机会来啊！啊，小姐，我们请你洗身躯啦，哈。哦，三个你个兔妈，这查某就是个贱骨头，你用早公公就要穿个这歹看，对不对？对啊，穿来好歹无共黑笑就好啊。对啊，要甲咱欺人，即马才要甲咱到底西洋裤啊呢？到底西洋裤？是是，我同意。阿你王董，哎，我即马就西洋裤啊。好，我来。王哥。乖乖的乖的好了，哦，这乖的，太水太水。